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是潘佩金。在耶诞节前夕，应该是人人都欢聚而且开心的时候，但是在12月22号，印尼时间晚上9点，在当地的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就爆发了。而在24分钟之后，就有1公尺高的海啸席卷了印尼当地，很多的地方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而事实上，所席卷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当地的观光区，而这些观光区有知名的海滩，甚至还有国家公园，也有很多人在这样子的一个耶诞假期前夕正在办理的诸多活动演唱会，在一夕之间却遇到了这样子一个海啸严重的状况。虽然说这个海啸高度只有1公尺，但是因为当地的居民有很多都是在沿海建造房屋，在毫无戒备的情况底下遇难，伤亡十分的惨重，有很多的灾区还没有救援人员抵达，死伤的人数都在持续的增加。而甚至这样子的一个爆发，有很多的专家指出，有可能就是因为火山爆发造成的海底山体崩塌，又刚好遇到了最近是满月的一个潮汐大涨所引发的。而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整体成因还在持续的调查之中，但是看到画面上，你就可以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灾难对于当地的人民是完全没有预警之下就遭受到了这样子严重的损伤，而且还有很多的人在一夕之间家里的人就被海啸所冲走，到现在为止很多的地方路断了，桥也断了，很多的救难人员没有办法及时进入。而我们接下来要透过影片一起来让您了解到的，事实上是这样子的一个海啸所到现场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灾情。而事实上在这样子的一个海啸里面，我们是无法预期的，但是您是否有察觉到四大不调跟极端气候已经很频繁的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常常听到有很多的气候难民是现在新产生的名词。而事实上这个状况就是来自于极端气候。在洪都拉斯这个国家，因为这样的一个极端气候造成了当地的一个大干旱，很多以农为本的居民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以至于呢他到这样子的一个干旱状况底下就没有办法可以养活自己，只能逃离家园，逃到了美国边境，想要进到一个比较好的国家。但是现在在等待进入的过程里面却是不好的环境，又下起了大雨，大家只能躲在帐篷里面。我们接下来透过画面带您一起来看他们的现况。几户人家散落在山头上，无奈的故事随着大片土壤干枯正不停上演。Antes sí llovía más, verdad, pero ahora casi que no, porque las milpas que hubieron ese año casi que no se dio nada。单亲妈妈达米想尽办法要养活四个小孩，因为今年收成不好，加上丈夫又离家前往美国，一家人无奈成为气候变迁的受害者。中美洲这几年来遭逢极度干旱，作物欠收，饥饿不断蔓延。联合国说，当地有200万人三餐不继。We have seen events of children actually dying out of hunger, so it is that extreme. These people are moving away.世界银行预估，未来几十年内，中美洲地区将有1700万人因为气候变迁被迫离开家园，成为移民。而这样的情况从洪都拉斯拉开序幕。Yo creo que el 30% de la población, 25-30% de la población en general。根据美国边防警卫队资料显示，2012年到2018年间，因为干旱前往美墨边境的人口屡创新高。这些人在原本的家园活不下去，才会冒死想闯入美国寻求一线生机。达米的先生就是追求美国梦的其中一人，却在越过边境时不幸死亡。一家人的梦想随着丈夫往生宣告破灭，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全球暖化的极端气候恐怕会造成更多像达米这样的破碎家庭。
而是事实上，不管是在这样子一个气候，或是现在在这个边境这边，这些移民的整个的身处的生活环境是相当困苦的。因为大雨的关系，当地是非常的泥泞，但是孩童跟家庭，他就睡在这个泥泞的帐篷里面，甚至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期待，很多的一个政府的设置必须要把移民迁至到新的庇护所，但在迁至的过程里面，很多的人不愿意离开，因为他们还在等待最后的一丝希望能够进入美国。但事实上呢，美国现在目前的一个政治设置也是不允许也不期待有更多的移民进到自己的国界，这样的两相拉拔之中，最辛苦的还是这些气候难民。今天就像上人不断告诉我们的，这个世间正不断的在崩坏，而最大的受难者事实上就是人类本身。上人也期待也透过每一个人关注这样子的一个灾难，也每一个人从自己的生活从本身做起，我们也能够成为救助这一些苦难众生的人。我们接下来透过画面恭敬聆听上人开示。因为呢，有一群想要偷渡到美国的一群难民停滞在那里，又出不了境，也常常看到攀越一道墙能攀越过去，那成功了，也是偷渡者。但是呢，这一道墙越来越看管的越紧缩，要攀越要逃过边境啊，越来越不简单。所以难民啊，从各地啊，难民越来越积越多，所以啊，他们这很冷的景象啊，集中啊，在一个呢没有盖没有壁的这样的泥泞中的，连帐篷都没也有啊，就是在那里流离失所的，那气候这样，他们是如何生活？实际的呢，也看呐，这很多的这 NGO 的团体也很无奈，如何做？这就是人生，听到了，看到了，很无奈的他们的生活。原来呢，只要人和人啊无争啊，和敬无争，怎么会有这样的造成那样悲戚环境呢？只要感恩、尊重、爱，生活应该都会过得去。不是富有也能安静生活，为什么要看家代管这样的要逃要偷渡？哇，为什么常常心里都有这种为什么，而且早无头绪的结果总是苦啊，这就是人生。不管听来的、看来的，都是很令人不忍心，也很感恩。只要是慈济人，大家共同的议题是如何改善，光是看到这一大堆的我们去帮助，其实也极有限量，就是蜻蜓点水。唯有呢，我们还要再推动在人的生活，生活只要呢普天之下人人人生活改善一下，就会
又可以帮助很多人啊。是的，其实要改善这样的状况，可以每一个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力，就从生活做起。而事实上呢，台中慈院也是这样子在推动茹素，就由平常啊，就是来看诊的这些大医王放下了手术刀，却是拿起了菜刀，他们开始走进了厨房，学习怎么做素食，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推动民众一起来茹素。实际上茹素就是一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最直接也最容易的方式，从每一口您从吃进口中的食物开始，我们也有机会共同来救地球。而在画面上您可以看到，平常啊都不进厨房的这些大医王，还可是甚至还讲说，你不如帮我准备手术刀，我可能会切得更顺手。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用心用爱，还甚至呢成为在这个现场帮忙打菜的人，就是想要从同仁开始影响起，每一天都可以来用透过茹素的方式，大家共同为这个地球尽一份的心力。而事实上不只是在医疗是这样子的推动，在校园里面也是我们注入这样子一个教育理念很重要的地方。例如说在北加州的人文学校，他们就推动了在校园里面来推茹素这件事情。而这一次呢，讲的人已经不是老师了，换成学生自己来分享。所以啊，这一群学生要开始一起来讨论，我们要怎么来推动呢？观念要从哪里来切入？还要自己编排戏剧，做戏服，甚至还要画海报。你看到当他们成为启动者的时候，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群小小的环保推动小斗士，他们啊每一个人啊都是花尽了自己啊全身的力气，甚至是呢有好多的新的创意，逗得下面这些小小孩啊是非常的开心。也在这个过程里面也理解了，通过这些戏剧知道要照顾这些小动物，其实少吃肉就能够救地球。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不管是能够去关注这个世界上受到苦难的人，就先从体验做起。而慈中也推动了这样子一个感激十二的运动，而呢就透过从早上六点到下午六点这十二个小时的时间，呼吁起了很多的这个师生共同来响应，希望能够透过体验饥饿这件事情，记得现在在全球还有很多人受的这样子的一个辛苦，也共同透过募心募爱，希望能够传递自己一份爱心。我们接下来透过画面带您一起来看他们努力的身影。照顾者徐婉琪走过监控环境，舞出新生命。花莲慈大附中举办感激十二送爱国际，邀请生命斗士分享人生经历，鼓励学生在逆境中越挫越勇。各国难民的下一餐在哪都不知道，看见他们的处境，慈大附中全校师生、家长会、慈议会志愿响应，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都不吃固体餐食，经历十二小时的饥饿。在别的国家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跟大人没有饭可以吃，那我们可以借机就是利用这个活动，我们可以体会他们的感受。清迈慈济学校、韩国姐妹校杨云高中以及大爱感恩科技也透过连线共同响应，大家也捐出当天的餐费，希望让难民灾民能够温饱，小朋友可以重返校园念书。大家都是自愿来参与，从去年第一次举办到今年第二次举办，到明年我们继续办下去，而且会有更多人知道，是知而行道，大家一起来关怀，把大家的爱心送到国际。饿过了更懂得自己有多幸福，谨记十二小时饥饿的精神，珍惜身边拥有的资源。事实上从这些孩子们的表情上面，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份信念在心里面已经悄悄萌了芽，也希望他能够带着这样子的一份感受回去跟自己的家人分享，就能更多的人能够共同来关注现在全球难民的窘况，也可以理解事实上现在的极端气候需要大家共同来尽心尽力。
而事实上，上人就在志工小会上提到，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推动卤素呢？事实上，现在的很多的专家学者都指出，就是因为畜牧业的关系，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林地遭受砍伐，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因为要种更多的谷物来养殖这些的畜牧业，而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有很多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不断的在上升的。就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来统计，2016年整个的牲畜年产量统计，每秒钟全球就有2300只的牲畜被杀。换算下来，大家想想，全球来说才一天就要宰杀2亿300多万只的这样子的一个牲畜，而事实上这样的一个数据是慢慢在增加的哦。在这样子2000年的统计里面，你一年大概会杀掉400亿的牲畜，但是才短短的16年间，到了2016年，我们全球一年已经要杀741亿这么多的一个牲畜哦。仔细想想啊，现在全球人口不过才75.3亿，也就是说每一年我们要杀超过10倍的全球人口这么多数字的牲畜，就是因为人类要吃。这也是为什么只要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从少吃肉甚至是茹素开始，就可以救地球。只要我们吃的少，养的自然就少，所以这样子一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自然而然就会少了。共知共事共行，就从你我的每一餐开始。我们接下来透过画面共同聆听上人开始。动物本来佛法就说六道轮回啊，要让它自然，不要呢人工去饲养。人工饲养的都是不健康的，化学的等等啊，何况呢它要大量的水草。几天前也说过，只要盘子里面呢这样一小块的牛肉，它呢就等于了50台大卡车的排碳，这价吞价一袋啊，两点。以科学的计算，就是55台车的排量，你想还有需要的草跟水，一只牛啦要用多久。而且根据美国的这个农粮署计算出来，只要人人吃分的一秒钟吃掉2000生命小时，一天1.8亿多条命啊，在人开口的，当你认为肉真好吃，那一念间，这一天消失1.8亿多。我要有人啊，大家觉醒。大家停止这样的生活，现在太浪费了，而且为了口欲，所以呢，造成了杀生。这在宗教来说，那就是杀生。每一天呢，多少众生在哀嚎，多少众生呢，在哀怨的、记恨的。刚刚我开头就说爱恨情仇，这种今生出世了，你累积了很多的，虽然你不杀他，你这是间接的，因为你需要，才会有造成这么多的杀业。这都是呢累积，叫做众生共业，共同一个心念，共同身体行动，这种的业力啦，累积啦，当然这长时间累积，所以佛法呢，一谈一谈都是累积。
累积，就是时间的累积。咱经过了几生几世啦，这样的因因万万吼，未去和无去哦，还是不断不断累积。所以我们还是呢，很期待这一生呢是最关键。也许过去我们都不知佛法，也不知因缘果报，我们生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共同的认知因缘果报，我们大家相信认识，我们就要赶快把握，那要入人群，度化众生，要从自己做起啦。啊，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是造祸呢，还是造福呢？啊，唯有一心，咱的一念心之意啦。所以要说的，这是期待人人都能理解。而在耶诞假期的前夕，也是全球慈济青年汇聚回到台湾共同交流的日子。而事实上，在这一群年轻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充满了希望跟执行力，因为他们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分享的是他们这一年来在当地在校园里面不断的推动，像加速加强更多的人共同来茹素，减速减少大家来做塑料这些产物的使用。像新加坡的慈济，他们就来推动拒绝使用吸管的联署行动，不管是透过这个 APP 或是透过在街头上面跟大家分享少用吸管，其实就从每一天一杯饮料开始，甚至呢还到网络上面做打卡，鼓励大家共同来响应。而在马来西亚的雪隆则是来推动素食餐盒，他们研究了一个 APP， 让大家可以很方便的每一周有一次的机会来订环保餐盒。而这群慈亲因为要推动环保餐盒，常常凝聚在一起，甚至是呢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不断的在推动很多的学生共同来少荤多素。而在这个推动的过程里面，很多的大学生才理解到说，从 APP 里面不是可以吃免费的素食便当而已哦，有很多的环保的意识还有观念就在 APP 里面，每一次一打开他才知道，哦，原来我吃素就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而事实上台湾也是不断在推动这样子一个茹素的行动，不管是在桃园的慈亲，他们也到夜市里面来推动减少塑料的使用，甚至自己带着这个环保盒、环保杯到了夜市来做这样子一个推动。我们都知道，所有的行动就是要来生活中实践开始。众多的创意，从孩子到年轻人，更希望人人共同来参与。也希望你我就从口中吃下了这口食物开始，透过茹素，我们共同来爱护地球。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慈济新闻深度报道，也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再会。